Dr. Alice Howland. Thank you. I hope to convince you that by observing these baby steps into the... Alice, where the hell were you? Went for a run. Well, I hope you enjoyed that because you completely blew our dinner plans. I need to talk to you. I got something wrong with me. What's going on? Oh, boy. He's going to break up or... No. I have Alzheimer's disease. Early onset. Oh, my God. I can see the words hanging in front of me, and I can't reach them, and I don't know who I am, and I don't know what I'm going to lose next. Stethoscope. Millennium. Hedgehog. I'd like to see you go to college. You can't use your situation to just get me to do everything that Why you Why can't I? Because it's not fair. I don't have to be fair. I'm your mother. This is happening to me. But we have to keep the important things in our life going. Merry Christmas. We have to try, or we're going to go crazy. This might be the last year that I'm myself. Please don't say that. I am not suffering. I am struggling. Struggling to be a part of things, to stay connected to who I once was. In the moment, I tell myself, it's really all I can do. Live in the moment. 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改编自《纽约时报》畅销书的《我想念我自己》，强势问鼎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今天很荣幸邀请影评人蛋糖魔为我们分享。小魔好。大家好，我是蛋糖魔。我想念我自己这本原著小说蝉联《纽约时报》畅销书榜40多周、所以小魔，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想念我自己基本上是一个描写一个女性用她的生命力和意志力对抗病魔的一个故事。那这本小说 的作者丽莎·杰诺瓦，她本身是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学者，那她的祖母本身也是艾兹海默症，就是所谓的 老人痴呆症，所以说她这本小说是就是描写她祖母、得到这个老人痴呆症的一个经过。可是呢，她的撰写并不是以一个照顾者的角色，而是以一个然后就是以他本身的角色，患病的角色，所以说艾兹海默症在全世界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疾病了，很多人都会罹患这种病。所以说这本小说呢，等于是为这个病症做一种代言。我想这是这本小说会很受欢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那至于这部电影呢，是就是以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女主角是朱莉安·摩尔，她饰演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女性，就是一个大学老师，什么都知道，那个上课的时候当学者演讲，等于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女性。可是她却有一天发现她的记忆力开始在退化，她开始发现自己身边有一些事情她记不得了。然后慢慢的呢，她去检查才发现说她染上了这种阿兹海默症。我想一般人得了这个病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可能就慢慢的让自己的生命这样子过去，或者说我或许可以轻松一点让他去。可是他不是，他非常努力的要对抗这个疾病。他虽然说他的记忆在退化，可是他的意志力并没有退化，他还是有很强的意志力。譬如说他会强迫自己去记忆事情，他会用手机每天写说他问他自己几个问题，对，就用这种方式，用这种非常非常坚毅的方式企图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呢，这个病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它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宿命疾病，它只会越来越坏，它只能够慢慢的缓和，可是它会只会越来越，它并不会好转。那更严重的是，这个病是遗传性的，对，所以说他的子女呢也可能会受到遗传。所以他面临的不只是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事业、自己的一切，他面临的他的亲人之间的各种冲突挣扎。所以说这个电影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励志性、可以激励人心的电影。而且我们看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说，那我们也会警惕一下自己，当我们自己如果说面临到这种宿命的疾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它，怎么样去处理。
所以据说这部片的导演之一也是在开拍前他被诊断罹患了那个肌肉萎缩症，就是我们俗称的渐冻人。對，所以事实上这个导演的经历跟女主角也是还蛮相似的，就是戏如人生。所以小萌主题的部分可不可以再帮我们多说一点？这个导演他是也是得了就所谓的渐冻人的这个病。他得了病之后他开始要接这个拍摄这部片的导演，可是他并没有放弃，他还是继续的拍下去，到最后他已经有点丧失语言能力了，他就用 iPad 利用各种转换的方式把他意思传递给他的剧组听。所以说这部电影的拍摄也是一个很奇异的过程，非常不可思议的过程，不可思议的过程。那我们看到的结果发现说这部电影可以拍成这样一个中规中矩，这样一个很不错的很能够振奋人心的电影，所以说可以想象这个导演他在这个过程中是经历过很多，经历过不少怎么样，做了非常多的奋斗。我想这部电影呢以后将会成为当所有的不管是各种的学术上各种的媒体上，当要提到艾滋海默病症的时候，这部电影会是一个重要的文本。就是说我相信这部电影以后会不断在各种的场合上放映，因为它是几乎是第一部谈这个主题的电影，而且它是一个正面性的，对，是教育大家面对这种不可预知的疾病的时候，你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主题其实也不特别啦，很多电影也是在讲这个东西，可是因为这部电影的它的主题，它针对的这个艾滋海默症在现在是这么的受到重视，所以说这部电影是有一点比较特殊性的。对，在片中那当然就是一定要讲到锋芒毕露的朱莉安摩尔。对，所以小萌可以帮我们介绍这位女演员呢，她到底有多厉害？朱莉安摩尔她是一个非常多产的演员，她从她现在拍的电影大概已经六七十部了，她就是每年都会有一堆电影出现，我们动不动就会看到她的电影在出现。那可是她的电影呢，我们会发现说她的角色其实蛮特别的，就是他不会去演什么传记片，不会去演那个女什么铁娘子那种东西，他也不会去演什么古装的角色，他永远都是演一个现代妇女，他可以说是现代妇女的代言人。而且他很喜欢演一种角色，就是说一个高雅的美国妇女，一个养尊处优在一个很好环境中的妇女，可是呢他内心却有很多波涛汹涌的东西在里面，譬如说时时刻刻就是一个例子。他演一个妇女，然后呢他把自己跟维吉尼亚·伍尔夫做连接，他生命因此而起了一些变化。而我比较想提的是他早期的一些电影，他的恩师是那个陶德·海因斯。陶德·海因斯当时找他演了一部电影叫做《安全无恙》，台湾以前曾经在影展上放过。那这部电影呢曾经被人赞誉说他是当代最好的女演员。那在那部电影当中，她就是演一个洛杉矶的那个养尊处优的妇女，然后有一天突然生病了，就说各种奇怪的病，譬如说突然呕吐，突然打喷嚏，就是她过敏一堆过敏的发生在她身上。那这个角色就等于代言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些病态，她为我们这个世界的病态做了代言。其实我看我想念我自己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安全无恙，因为这两部电影都是在面对那个病症，都是面对病症，只是他处理方式不一样，他这两个病症的命题也不一样。那安全无恙里面的那个病症是一种世界的宿命，它是代言整个我们现在世界的病态，比较有哲学性，比较形象一点。可是这个电影就是真正的落实到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对的一种那种老人痴呆症。那陶德·海因斯他还后来找他拍一部电影，我觉得是他最好的电影，后来也有入围过奥斯卡奖，那个远离天堂。那他也是一样演一个中产阶级的女性，在一个那个很棒的社区，可是呢他却爱上了一个黑人，造成很多那种阶级种族的冲突。我觉得他就很适合演这种高尚的女性，可是却有很多挣扎的角色。那此外他也很喜欢演惊悚片，佳丽，母女佳丽，他演那个那个妈妈，还有像《惊魂记》这些，我觉得他很适合演惊悚片。我觉得是他个人的喜好，他很喜欢接那种角色。只比较可惜的是，他好像都没有接到那种真正的超级大片，就可以让他马上得到重视。
马上亮眼的电影。嗯，所以说最近他近期他演的像这部《我想念我自己》，还有《寂寞星图》，去年的是比较会让大家有这种感觉，说他终于演到了一个真正的大片，可以代表自己的实力的电影。对，尤其《寂寞星图》是去年的坎城最佳，他得到了坎城最佳女主角奖嘛。是。那《我想念我自己》，大家都说他很有可能得到奥斯卡本届的最佳女主角奖。对。所以可以帮我们比较他在这两部片的演技吗？《寂寞星图》是那个加拿大导演大卫·柯登堡的新片，就是去年的电影。那他也是他第一部在美国拍的电影，他以前电影都是在加拿大，他加拿大导演，可是这部电影他却在洛杉矶拍。那这部电影其实也蛮变态的，演一堆洛杉矶的变态的事情。然后呢，演艺圈的，对对对对，其实《寂寞星图》的片名就是讲那个洛杉矶，那个你去洛杉矶玩的时候，他们就会带你去找去有个星图，带你去以前的那种好莱坞的明星的家里面，民宅，对，比如什么像道勒斯戴啊。Jimmy Stewart 那种东西，它代表的是一种很浮华，一种洛杉矶的浮华的代表。那这部电影就是在讲洛杉矶很那种很演艺圈，尤其是电影圈里面一些光怪陆离的一些病态的事情。是。那朱莉·摩尔就演一个女演员，她很想得到一个角色，就是她很想得到一个角色，那个角色是她母亲以前演过电影的重拍，就她很想再演一次母亲演的电影，可是呢，她却有个对手。然后呢，他自己的生活也是一片混乱，充满了各种创伤。在这部电影里面，他就是一个很贱的女人，他会耍心机，然后呢，有时候会跟他的敌人故意假装好像很和善、很友好，很友好，事实上他心里很坏。当他发现他的对手失败的时候呢，他先会表示关心，然后会突然之间开始唱起歌。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这个角色其实很适合他演，虽然也是一个类似的角色，就是说也是一个心里很多纠结，对，纠结那种东西。可是这部电影可能因为我觉得啦，因为他这部电影他是在等于是在暴露洛杉矶的一些内幕、一些黑幕、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丑事，所以说所以说我想这部电影虽然得了很多奖，可是奥斯卡却没有入围。可能觉得说这不大适合，政治不正确。对，可是我想到我自己却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角色，她是一个女性坚毅的代表。这种角色或许会得到奥斯卡评审的一些那个注意。不过我觉得她也该得奖啦。那个你想想看，珍妮佛·罗兰兹都那么小都得奖了，那她真的应该轮到他了。对。不过他也是继朱丽叶·碧诺许之后得到三大影展满贯影后的人嘛，所以其实是非常受到关注，非常受到肯定的。看这部电影可以让我们对这个病症，至少我们对这个病症有一点认识，知道说它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应该如何去，不管在心理上或者是实质上，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朱丽安·摩尔她跟他合作的男演员都是一些非常棒的演员，那他有时候会跟这些男演员演一些床戏，所以我觉得朱莉安·摩尔他的真的艳福不浅。譬如说他早期演过一部电影叫做《不羁夜》，不羁夜、非常有名。对，那个电影是讲那个那种色情工业的，然后他就演个色情片演员，然后跟他演对手的演员是那个马克·华伯顿，马克·华伯顿你知道他是那个 model 啊，身材好得不得了。那跟他演这个电影，那这部电影是他第一次入围奥斯卡最佳配角的电影，就是《不羁夜》。虽然说他是演一个 A 片演员，那是像他去年演的那部《寂寞星图》那部电影当中，他演一个疯婆子，一个神经有问题的女演员。可是呢，他在里面却跟《暮光之城》的劳勃·派廷森有床戏，是，我觉得他真的很每次都捡到好康的。是，那像之前他演一部那个《幸福拉警报》，他演一个女同志，然后呢，他的儿女突然要找寻他的亲生父亲，这样的一部电影。那在这部电影当中，朱莉安·摩尔呢，她虽然是演一个女同志，可是她却跟她的子女的生父上床了。那她的生父那个谁，马克·卢法罗，对，也是一个非常性感的男演员。男性。总之，我觉得朱莉安·摩尔她选片的时候呢，她很会选男演员，跟她演搭戏的演员都是非常俊美、帅壮或者是很性格的演员，我觉得还蛮厉害的。那其次，我记得之前有部电影叫做《挚爱无尽》，
是那个服装设计大师 Tom Ford 跟的自己导演的电影。那这部电影当中呢，它是一个同志电影，可是他却安排一个茱莉安·摩尔在里面。那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安排这个角色，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可有可无。我相信这个时尚大师 Tom Ford 他一定也非常喜欢茱莉安·摩尔，他才会安排一个花瓶让他在这部那部电影里面，他就出现一幕戏，他化妆穿衣服，把自己穿得很漂亮，然后这样子。我觉得我相信他当花瓶是很好的，尤其是对一个很喜欢他的导演，他会很愿意让他在他电影里面再就是露一下脸。我想念我自己最值得推荐的地方在哪里？我想念我自己最值得推荐是他是一个很励志的电影，尤其是我们身为一个活在这个世界的人，我们或许经常会遇到老人痴呆症的问题，就艾滋海默病症的问题。我想看这部电影可以让我们对这个病症，至少我们对这个病症有一点认识，知道说它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东西，而不是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去面对它。我们会知道说，当这个病症病发的时候，患者会有哪些反应出来，症状，然后我们应该如何去帮助他们，如何去不管在心理上或者是实质上，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嗯，而且还有就是说，如果当我们有一天，如果说不幸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我们自己？嗯，对。那我想这是这部电影是这部电影是蛮有励志，像励志性是告诉它的一般的所谓的电影的艺术性，嗯，它是有很有励志人性的作用。那其实就是说，这里面这部电影也是一个蛮好的家庭伦理片，因为这个电影描写一个家庭在面对病痛的时候的一些处理方式，嗯，包括她的丈夫、她的儿女怎么样的去处理。我特别喜欢这部电影里面的那个饰演小女儿的那个 Kristen Stewart， 对，我觉得我以前不大喜欢她，因为我都被定型了，目光女，对，她演过贝拉，她就是贝拉，听到她就想到贝拉。可是后近期发现她演一些其他电影，发现她其实，有些电影角色蛮适合她演的，尤其是像这种有点带点叛逆的角色，如果她愿意的话，她就是说。当他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他也不会像贝拉那样很平板演，他会放出比较多的一些功夫去诠释这个角色。像这个电影中的贝拉，我就非常喜欢，非常可爱，非常的让人讨喜的一个角色。嗯，就是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对这个演员已经那个改变对他的形象的想法，对，他不是贝拉，饰演那个茱莉安摩尔的丈夫的那个角色是那个艾利克鲍德温。他这个演员呢，平常也是就是那个样子的，他就是演那种有钱人，那个像那个什么30 Rock 那个样子。我的印象就是他演的 Thirty Rock。可是这部电影似乎为他也得到了一项入围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没错，这部电影它是比较特别一点，因为它我想是因为这个电影的故事剧情本来就是一个蛮复杂的。那也可以让他有更多发挥的机会，让他可以他在这部电影的话，他也是一个学者，他也是一个以事业非常好的一个男性。那当他面临妻子染病的时候，他要怎样去在事业跟他的妻子家庭之间做一个调和呢？就是说他把这东西也演出来了，所以说他也得到一个入围。我们后来都觉得说，这个丈夫其实好像做的不够多，他好像还是以他的事业为重。可是后来我发现说，当一个妻子，已经到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生活能力的时候，记忆力完全丧失，对一切的无感的时候，其实他是可以选择以他的事业为优先，因为反正妻子已经对什么事情都无感了。他或许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说后来我也慢慢的谅解了他在剧中所做的一个抉择。这个抉择事实上是很难、很困难的一个抉择。我想这也是这部电影比较吸引人的地方。他会有各种不同的面向，让我们去思考我们可能会遇到的生命的一些问题。对。所以听起来这么励志感人的片型，应该是适合所有的观众看，是不是？对，这点非常的那个励志啊，完全没有像那个《寂寞星图》啊，很多那个限制级的东西那个什么的。可是这部电影就是一个非常适合所有的观众来看、来观赏。对，今天非常感谢小魔帮我们介绍《我想念我自己》，谢谢小魔。不会，谢谢大家。Bears even have names. My name is. Right. You try it.
Mr. Brown, that is extremely rude.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来看本周还有哪些令人期待的新片。Stranger danger. There's some sort of bear over there. Probably selling something. 改编自英国儿童文学，将经典伯灵顿小熊搬上大荧幕。电影《伯灵顿熊爱啪啪照》描述彬彬有礼的小熊派丁顿勇敢闯伦敦的冒险旅程。It's just one night. Do bears even have names? My name is. Right. You try it. Mr. Brown.That is extremely rude. 从秘鲁的小镇到英国伦敦大都会，伯灵顿小熊展开城市的震撼初体验。Sorry, I like it. That creature means a great deal to me. Is he endangered? He is now. The furry menace. 但他却遇上了由妮可基曼饰演的动物标本师，要把它做成标本，他要如何化险为夷呢？接下来同样推荐改编自童话作品的《灵犬雪莉》。在绝美的阿尔卑斯山上，一只大白熊犬因为受到前主人的虐待而逃走，之后他遇上了一位孤独的小孩，一人一狗从此展开最真挚的情谊。Il connaît le berger qui tapait la bête. Tu sais pourquoi il la tapait? Tu sais pourquoi les gens font la guerre, toi? Y a pas de pourquoi.大白熊犬一次意外中为了保护小男孩而咬伤了德军，惹来杀身之祸。Faut pas tirer sur les biches, vous avez pas le droit. Vous comptez régler ça comment, monsieur le maire? On peut organiser une battue et on l'aura cette bête. 究竟大白熊犬雪莉能否逃脱一劫呢？ Non, va-t'en, va-t'en. Pousse-toi. Tire pas.C'est mon ami! Belle, tu es si belle. 本周上映的还有同样是改编经典童话的奇幻电影《美女与野兽》。出身富家、美丽而善良的女孩，为了拯救她的家人，潜入神秘的野兽城堡。À qui appartient ce château? Tout ce qui est ici m'appartient. Vous parlez comme n'importe quel homme. C'est assez décevant. Je pourrais combler tous tes désirs. Vous vous drapez dans les parures d'un prince, mais vous n'êtes qu'une bête cruelle et solitaire. Que sais-tu de moi? Rien. Ça vous arrange peut-être de ne jamais penser à votre passé. Tu as raison. Tu remplis un vide immense. Laissez-vous aller. Ça vient d'un château abandonné. Si je t'y emmène, tu récupères le reste du trésor et t'effaces ma dette. J'en mourrai.没想到这次的邂逅却意外揭发华丽城堡背后隐藏着野兽不为人知的过去。由变形金刚系列导演麦克贝监制，电影跨界失控，因为一卷奇怪的录影带，主角大卫发现父亲的遗物摄影机竟然就是一台时光机器。We need to figure out what I'm doing on the tape.Hear that? It's in my dad's old workshop. It's like a clicking or something. The hell is that? Here we go. Project Almanac. Temporal relocation prototype? What does that mean? It means time travel. Are you seeing this?Whatever we did had some crazy ripple effects. 带着好奇心，主角们开始一次次的回到过去，却也渐渐改变了他们的世界与人生。Things are spiraling out of control. You didn't care that all of your friends could be hurt? Jesse's missing and no one can find David, her. David, it's me. No! I'm going back to the beginning. It could kill you. That's the only way to stop all this from happening. Don't shoot!他们能否及时补救一切，阻止悲剧的发生，拯救自己和全人类的未来呢？ Your planet was seeded by a brass axe industries roughly 100,000 years ago. It'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dynasties in the universe. There are three primary heirs. The oldest is Blem. He's the one that controls this planet and wants you dead.I'm telling you, I'm nobody. You are royalty.